他那时候一个阿妹组的老歌，这首歌呢是可以说是阿妹组的望春风啦，还有那个涂鸦波霸那首歌嘛，这首歌是阿妹组的望春风，这首歌呢是意思是在说那天晚上听到那个窗外那外面的风的声音，以为你来了，我的讲话有点以为你来了，我去窗户那边打开看的时候，结果没有看到你，我就想说假如真的是你来的时候，我真的会很高兴，一直到永远这样子。可是没看到你，是一种很失望的心情了。OK， 这首歌那天晚上风的声音。